姐姐真漂亮，这是时代少年团的歌，乔春燕，又是乔春，每一把都要说个乔春燕。这个有可能是杨迪，杨迪有可能是杨迪，啊，迪哥有可能。杨迪对，杨迪管太乖，杨迪管太乖，啊，一直都说我是时代少年团第八人。是冯化成的，你刚才你都会跳，我只是会跳，就是符合这个气质的只有你，真不是我。行了，就是杨迪了，来，别浪费，别浪费，不是我吗？杨迪，投杨迪的举手。哇，全票，绝对杨迪。这首歌是不是杨迪？我最不爱听这首歌了，还是。哇哇哇，真不是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妈不是我，就周秉义。这首歌的拥有者是，哎，不是我吧，不可能。这个歌，没想到，哎呀，每次去卡拉 OK 我都会唱。人世间的姐姐还都爱听，樱桃姐姐特爱听这首歌，真的，还会点让我唱给她听。这首歌竟然这么受欢迎，我们都因为唱给姐姐们，就是比如说单身对吧，钻戒，对对，然后万人迷失我是我，气场全开，那些词儿都非常的那个好，而且桃姐不是演过万人迷吗？啊。有一个牛机，那恭喜啊，花花、沙哥、乔春燕吃到水果。